我现在在熊本车站，然后要去搭游览车去，要去高千穗峡。现在到休息站了，不知道这是哪里，但是好漂亮的车站，然后天气超好。那现在时间是12:42，我们有一个挑战，来。No Google Map， 查的是 No Map， 全用地图。哎呦，飞抓了个寂寞呀！完了，唯一的 Map 飞了。你很会做戏剧效果哎。开始走，寻找高千穗峡。我们这样子照着这样走过来，现在这边高千穗神社。我们现在走到这里，玉垂瀑布，噔噔，超凉的。刚刚那个，刚刚那个瀑布走下来，超大的鱼，这水超好，才会有这么大的鱼。这是全世界第一间流水面的发源地，我们来啦！很干净，上面是硬硬软软的，它不会很软烂，但它也不会很硬，就是很适中，很顺，很顺，我一直想要吃它。冰冰凉凉，然后酱汁调味的非常好哦，超好吃的吧？恭喜中奖！我们的主餐来了，这是我们捞的，这是我们的漏掉的漏网之面，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我们又再加点了一个鳟鱼，这里面限量30条，越来越稀有。哇，真的很壮观，真的超级深。我们现在要下去喽，等看我的表，在这里要事先预约哦。已经完全售完了。这是我们的哇哇，这好漂亮哦，这块。现在有点紧张，我们的船不只是太会划船，这是他第一次划船，然后我们离瀑布越来越近了。终于知道为什么其他船那么湿了。他在往瀑布走，他上船了。5点东西都关了，那我们现在要来耗时间到6:30，要来一间小店。Ice Latte Coffee， 还有一个特别的东西，叫做 Soda Ice Cream， 但就是那个马里奥里面。啊？可以去哪里？高千穗。拜拜了，高千穗峡，我们在宫崎。宫崎县。拜拜了，我们要回福冈了。明天要回台湾了。耶、yeah, ，拜拜。现在是10:30，我们回到博多车站。然后刚刚买了一包免税，我们现在要去吃最后一餐拉面。拉面来了，特选跟什么特浓泡系拉面。然后这个炸鸡看起来也太厉害了，好饿哦。哇，超期待的。这个汤底非常的猪味，就是猪肉的猪味。这个面超好吃，就是不会很难咬。这饺子也很好吃，它调味内馅非常赞，就很像是卤肉饭还是什么烧肉饭，然后直接变成煎饺内馅，然后再去这个。你没有要的吗？决定。